伊勿得硬，哦，阿侬老人家好过来，多少幸福。嗯，侬是啊，生来福中不知福，那么多少亲戚侬啊？辣辣美国，总归想侬。哎，我晓得伊心想的呀，伊就希望侬能够到埃面个世界看看，见识见识，开开眼界，然后再带侬回来。哎，那么伊呢，也欣喜嘞。做娘的人们侪是搿能个呀，到底是美国啊？啥人勿想侬子女带到美国去看看啊？寻勿着路呀！阿文伊搿个盐城路走是戆大嘞，错过机会是下趟会再来啦，懊恼都来勿了。叫多多去探亲嘛，娘和儿子关系最硬了，签证一签就签出来了。我也是搿能想的呀，上次阿文辣电话里搭问起过个，伊叫我去试试看。我问过人家的呀，签证要阿文搿帮户口部的。啊，小姐，侬下趟来的辰光，户口部带带来哦。我想和多多一道去试试看，不成功勿算算数，骗是勿是？假使成功的闲话，我和多多一道到阿文搿去探亲，三个号头以后嘛，阿拉三家头一道回来。怎么成老师呢？大师在那个里，可总得过的。再讲，要是多多来了我身边，我心里倒蛮踏实。要是走，我怕。哪个子孙啊？脑子能干活？七仙八仙有啥子？啥子东西？兄弟哪能干哈子？大伯，这个地位要太好，错过了就没了。哎呀，侬是怕多多不回来了是吧？啊，跟俺丈母娘去了又不回来，我是跟侬一样比了有手有势啦。不可能的事体嘛！哎呀，能搞啦，简单事体，道理就变复杂了。嗯，不是我讲侬啦，怪不得侬做不出大事啦。你是个大丈夫嘛，就是讲个魄力，侬讲吧。爸爸，我从美国去，到期，一道去。哎，多多，懂啥了？我小人到美国去推妈，可以。我要是跟爸爸一道去啊。就有移民签证办阿上的，侬非要跟外婆一道去，外婆年纪大了，签证便当，懂吗？哎呀，是吧？我真想不到，搿简单事体到侬手里向七巧八了，介复杂了啊！最起码好叫考虑考虑，明朝。还是我客户打过来啊！哎，爹爹，这边来呀，我吃了。Yeah.
哦，晓得了，爸爸，妈妈就能听你说。好的，啊对，刚才下来，我身体蛮好。阿姨们，听说侬快回来了。是的。那我跟侬讲，我想去做做出来探亲，让伊开开眼界，见识见识。我也是最后一趟去回来，下趟也勿会得再有了。反正再老头，到辰光嘛，我等妈一道带伊回上海。妈妈，你要带我到美国去，爸爸去吧。不过，搿趟呢，爸爸也勿好出来。下趟你妈妈会得寻机会让伊出来看看的。搿趟侬先跟外婆一道出来了，想想。妈妈，我到外面去，可以看到米老鼠唐老鸭。好嘞，好嘞，还是过天长头，侪是钞票。阿妈，哎，是呀，妈，我跟侬讲呀，现在辣辣办护照呀，哎，要侬一张户口簿哎。只要等小姐回去拿户口簿拿来嘛，就可以嘞。哎哎哎，这么走个侬哦，哦，侬自家装订啊，这位啊，哎，这位。心从来没有像这样乱过。一本户口簿上简简单单的几行字，竟然能让我看上两个小时。我真感觉自己像鲁迅小说里的人物，想从字里行间看出字来。
也许我真的像义父说的那样庸人自扰，其根究听怀疑自己的妻子不让儿子出国，这显然多么的荒唐可笑。我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，从小受的与人为善的教育，宁可天下人负我，不可我负天下人。即使失去些什么，但只要没有对不起别人，良心就是安稳的。这种性格决定了我会做出那种把危险留给自己的重大决定。哦哦，师兄，那你跟着去出去。啊，把嘟嘟送五块过去，要不要他个五刀？多少有钱去啊？姨妈过两天就要回来了，伊讲呢，趁搿趟机会让外婆带小嘟嘟美国去探亲。大概三个号头吧。哎，我是老不放心啊，昨日子一夜天没空的。怪不得，你脸色老难看的。哎，我到了妈，有绿卡吗？我想没有吧。更能破啥？嘟嘟啊，飞不脱的。侬哪晓得？我哪会得不晓得？搿种情况，气都老难气出来的。家这个样子就好。真是两全其美啊！我既对得起嘟嘟的妈，还对得起嘟嘟，这是对心的。你是怕嘟嘟要是一走飞脱，这样不回来了是吧？是啊，现在各种情况还少啊，天天不吓死人啊！侬不会的，走，侬保证不会的。哎，我觉得出来休息一下。有事体啊，你先去好了。那我先跑了。啊，托侬客服，加侬啊，三位。不听啊，三位。老头子，嗯，我刚刚来了菜场里，哎，听人家来了讲，哎。刚有了，哎，要把东东弄到美国去。哎，我老早猜到人家没去吃，晓得还蒙他过来，跟人家比较复杂。就是嘛，想办法提醒一下。小舅来了，小舅来了，快去叫小舅，小舅，小舅。哦，刚刚爸爸打我嘛，那小姑找来了。哎，进来，哎，舅舅，嗯，老妈你俩刚送到送到美国去啊？啊，是啊。我准备两口子搞定。哎，小舅啊，嗯，侬哪能来我这假山嘛？妈等了哪能一早起来就等侬，等到现在，要是我不怕不用上了，侬快点上去，快点上去啊！我晓得了，我等了爸爸，哎，给我进上去了啊！好，再会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小姐，我客户打来了。我打来了。哦。妈妈，爸爸呢？他鸡腿饱了。哦。小姐，最近呢，爸爸妈妈身体好吗？哦，蛮好，就是常常心悸嘟嘟。应该去看看伊拉，侬明朝带多多去，让伊拉看看孙子们开心开心呀。
我也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哎呀！娘子。爷爷。爷爷家。哎呦哎呦！终于来了。哎呀，快来快来。哎呀。哎。哎呀。哎。嘿嘿嘿。我跟爷爷娘家，那公园去住房房住。哎呦，你放哪来就到公园里去啊？哎呀，别嫌弃啊。啊，好啊。我要弄一下，跟爸爸讲过了。爸爸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不过啊，要等一下再去。哎哎哎，哎，嗯、不好不好，我现在就要去。那听娘娘讲，外头天老热老热的，还是弄屋里跟家家到白相，好吧？好好好。好哎呀，好，走，娘娘等。哎哎哎哎哎，不想来了，娘娘。好，对吧？三娘。娘娘来了。好，爸爸，你哪有规模了？好多哎，哦。市民啊，屋里向搿只日光灯啊，大概有毛病，用命又忙了不得了。侬上去想帮看一看，来看看。哎，市民啊，最近好伐？哦，蛮好。还天天辣辣鱼缸吃饭伐？语文哪有醒来啊？伊讲我通过了电话。哦，啊对了，伊娘屋里向头打了个电话，打电话了倒蛮方便。伊讲，伊要快回来了，还给我打了个礼物，送给我一根铃铛。哦，要回来了。Thank you.